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今天呢我就抽这个赵云大征战略大师精选词的，那呢我就没有这个呢雷恩法老师和没有这个维拉的，那就我两个里面呢我就比较想中维拉多一点的，那就黑骑士当然不想中啦。好，那就即刻开抽啦，维拉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感冒，哇，深深好，果然是十抽一定不会中啦。好，二十抽，希望不要有一百抽啦，我成日都一百抽，不一百都九十。三十抽，滑星星，滑咩都冇关系噶，其实。好，第四十抽，点解话话咩都冇关系咧？因为而家我揿呢个召唤十次就已经决定咗噶啦，揿呢下确定已经系决定咗噶。呢个系五十抽，啊，搵钱两提升得唔得？第六十抽。如果冇保第一百抽，咁我死咗好耐。好，第七十抽啦，灰真系。勾住啊！次次都用一百抽，第八十抽，呢两%假嘅，系咪啊？第九十抽，想讲粗口啊，辛苦老豆。唉，好啦，一百抽啦，唉，维拉啦，一百抽彩虹，战略样啊，维拉唔该，喂，仲未出嘅喂，快，俾我嗌下中两只都好啊，早啲出，啊，哈哈哈，你翻翻去你嘅星球啦，雷恩。咁好啦，咁今日係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